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蛋仔岛上的光头强跑得飞快，熊大熊二一直在追他。伙伴，伙伴，难道你们不好奇熊大熊二为什么在蛋仔岛一直在追光头强吗？为什么？他们追光头强的原因被我发现了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伙伴们，在最新的爆料中，我们蛋仔岛迎来了一次大更新。我们的蛋仔岛上出现了两个新人物，快看呀，就是熊大和熊二。对了，很多伙伴告诉我说，想要熊大和熊二是免费的。伙伴，伙伴，如果你们想熊大熊二是免费的，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让官方看到我们的想法呀。伙伴，伙伴，有一点很奇怪，在熊大熊二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在拼命的追光头强。伙伴们，难道你们不好奇熊大熊二为什么在拼命的追光头强吗？伙伴，为什么？快看呀，这是熊大熊二在追光头强的时候，熊二追不上了，熊二说了一句话。大家听，大家听，熊二说的是跑不动了，熊大帮我带一点回来吧。伙伴，伙伴，我在蛋仔岛查了七天七夜，我又看到了熊大的出场动画。伙伴们注意看，熊大在出现的时候给熊二带了一罐蜂蜜啊。伙伴们，伙伴们，所以啊，熊二要求熊大带的东西就是蜂蜜，而光头强抢走了熊大和熊二的蜂蜜，你们知道了吧？所以熊大熊二才在追光头强。